充满欢笑的女主，嘿呦嘿呦，走走又有时候没有蹦蹦兔，今晚主要请是最简单的幸福。十啊！哦哦，对不起嘛，爸爸不是说帮我们找吗？放松一下有什么关系？不能只靠着别人帮忙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主动一点。有人表演杂技了，快去看看吧！这是怪，救我们！棒棒兔，毛小燕，快回来呀！准备好了。别乱摸！哎，小兔，我明明是鹰族侍卫长，为什么丢人的总是我？哎呦！猫小燕！哎呀！是鹰大宝和鹰小宝啊！是猫猫兔的声音，不要看到我这个样子啊！你在做转盘烤鸡翅吗？快给我出手！小宝，你没事吧？鹰小宝，猫小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你，害得我脑袋现在还好痛。别生气嘛，对不起了。你们来中心城是为了希望凤凰的吧？没错，现在所有人都说希望凤凰就在中心城，所以我们来是想让圣树复活。那你们不找凤凰，在街头表演干嘛呀？照片，把照片撕掉！我不要，那是我拍到的。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花光了所有的萌萌贝，买下这个能召唤希望凤凰的水晶球。哎，可后来才发现我们被骗了。哎呀，你们俩还真是好骗呢。上当的还不止我们，听说还有很多萌兽都被骗了。啊，不是吧？既然和希望凤凰有关，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件事情了。那还有谁被骗了呢？我们当然买了，可我们看不清卖水晶球那家伙的样子，好像白白胖胖的。总之，要是找到那个骗子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要不是他骗光我们的萌萌贝，我们也不用打工。你们两个大懒虫又偷懒了，快进去干活。听说卖水晶球的家伙是从南海港来的，他说举着水晶球在这里召唤就能见到希望凤凰。可我什么也看不到。先别说这事儿，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手放下来？我的手好僵啊！什么水晶球？我什么也没买呀！你不是被骗光萌萌贝才坐在这里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和富贵豹一起来中心城找凤凰。他说中心城很危险，所以我把所有萌萌贝都交给他来保管。乖乖在这儿等他回来。被骗了，绝对被骗了。这么说来，卖水晶球的骗子就是富贵豹。希望凤凰出现了。希望凤凰是我们的。等等，再快点。希望凤凰出现了。蹦蹦蹦，我们也要找凤凰，快走。别急别急，凤凰塔塞不下那么多人，请你们排队进入，去去去去。
快去！哇，人也太多了吧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啊？吱吱龟，小灯笼也来了，还有小猴和泡芙。喂，小猴！喂！太好了，要是这次大家都能实现愿望就好了。蛋糕、汽水、汉堡包。要找凤凰，先得吃饭。价格便宜，款式多样，欢迎回归。陆少强，他说的对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凤凰的。保持体力，才能保持帅帅的样子。没错，为了保持我玉树临风的形象，必须有足够的营养。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回来。是。哥哥，我肚子饿了。好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给我来一份汉堡，给我来一份汉堡吧。给我吧，给我吧。蛋糕，我们也去吧。找了一上午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啊！喵！你们是猪吗？就给我萝卜干。没这样的东西。我要新鲜萝卜也可以。也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是你们两个的口味太特别了吧？还来怪我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总之你们不买就别妨碍我。一吹就掉，早知道就不省钱买山寨货了。是他那个卖水晶球的骗子。因为你，我的手还在酸呢。哎呦！你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这次别想逃，把我们的萌萌被还了。我们一起变身，好好教训他。我肚子好痛啊！猪汪汪，你没事吗？哎，猪汪汪！药终于起效了，你们刚吃的东西掺了肚子疼的药啊！只要你们疼得满地打滚，我就能第一个进入凤凰塔了。富贵豹，你真是太可恶了，竟然一直骗大家！谁叫你们上当的？再见了，各位！哼，绝对不能让大骗子先找到凤凰。蹦蹦兔，靠你了，一定要把那骗子抓起来。蹦蹦兔，猫小叶，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找到希望凤凰以后，我就要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萌萌贝的人了。你想得美，看我的荧光闪影。尖鱼叉顶呱呱，萌甲变变变，萌萌贝万岁！雷霆萌甲，嘿！别跑，大骗子！哎呦！哎呀！你跑不掉了，快把大家的萌萌贝都还来！海啸穿刺！兔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他跑了！谁会把到手的萌萌贝交出去啊？糟了，追不上了！不，还有机会！快！这声音是萌萌贝。没什么，是富贵豹的弱点太明显了。把萌萌贝还给我，放开，放开、只要有我们在，绝对不允许干坏事的家伙得到希望凤凰。
蹦蹦兔、猫小音，干得好！你们三个，你们就是猫小音、蹦蹦兔和智智龟吗？是啊，我们就是了。警察叔叔是不是想表扬我们呀？因为我们帮忙抓住了骗子。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可不是坏蛋呢，为什么抓我们？猫城主有令，蹦蹦兔、猫小音和智智龟是危险分子，必须抓起来。放开我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怎么会这样？爸爸要抓我们。牵着你的手，让我们一起走，都是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，无论分岔是世界尽头，我们待在一起快乐无忧。看着你的眼眸，让我们一起走，都是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，不怕冒险，战斗保持开心节奏，我们一直在收获自由。我们的蹦蹦兔，风一样的速度，蹦蹦兔水汪汪可爱眼珠，蹦蹦兔困难前永不认输，小伙伴会给我最大帮助。是最珍贵的。